唐嫣姐在这节目真的付出太多了，贡献了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次那种卧底之战，你知不知道？网友说你唯一能骗到的人就是唐嫣姐。唐嫣执着的想让张新成亲口说出来自己是值得被相信的。新成，你能相信吗？张新成就是不说。而唐嫣相信张杰应该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他问了杰哥，杰哥我可以相信你吗？杰哥说可以，然后就一直相信到最后。哎，我能相信你吗杰哥？我觉得你可以相信我。笑死人了，杰哥一直在骗他。不是，我其实没有在骗他，我只是在啊，不叫骗，我只是在遵守规则。那他的角度没有错啊，错的是我们倒霉。你知不知道芥末糖心是什么？什么东西？他仨芥末糖心，芥是张杰哥吧？嗯，末是老莫，老莫。Are you OK？ 老莫，糖是唐嫣姐，对，心张新成，芥末糖心的。有超话就怎么样，就很厉害吗？超话就是反正大家就坐在一块讨论嘛，就类似这种。哦，期待你们三未来三姐弟合作。那既然这份上，那就必须得去杰哥演唱会唱一演唱会唱一曲。不是，演唱会的时候你在上面唱歌，我俩演 MV， 就是演唱会我们在后面演背景。可以，怎么能让你演背景？你们要到前台来。你在那边唱，我们俩在后面演。你们俩在台上演卧底，我在台后面唱。你们唱。服了。恩泰哥今天来了，应该要满足一下那个喜欢《武林外传》的朋友们，对吧？吕秀才里面有那么多经典桥段，有一个那个杀鸡无命那一段，可以还原一下。我和宇宙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宇宙是否有尽头？时间是否有长短？过去的时间在哪里消失？未来的时间又在何处停止？我在这一刻提出的问题，还是你刚才听到的问题吗？我杀了你！是谁杀了我？而我又杀了谁？The story of Wu Ling, scene one, 3, 2, 1, action. 我们今天全英文的《武林外传》。Hold on. You could kill me, but you have to explain who let you here to kill me. Nonsense. It's me. Who is me? How do I know who you are? What do you mean? We have to start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universe. Let's take you for example.There has been a problem bothering you for a long time. What problem? Who am I? What? I already know. No, you don't. Who are you? Jiu Ming. That's the name, a code. You can call yourself Jiu Ming, and so can they. But when you take away that code, who are you? I don't know. And I don't need to know. All right, another question. Who am I?What's that different? When I use the code me to talk to you, your code is also me. Does that mean you are me and I am you? I will kill you! Who killed me? And who did I kill? It's me? Please kill me right now. Correct. Go ahead. He won't get up again, right?He never will. I'm so confused. Knowledge is power. We will come back. 谢谢这个我们来自我们百老汇的演员，几位百老汇 Welcome, 几位百老汇演员光临我们的客栈啊！几位百老汇。这又是要搞什么默契题，说出一个艺人，然后呢你们九个人中必须一个说出一个比另外一个人年龄要大。啥？我说的那个艺人必须年龄最小，然后他们要一个比一个大，你们就成功。年龄最小？对。哇塞，最近的童星王圣迪。好耀眼。睁开眼睛看见新一年的光线，是最美的画面。和我一起来到新一年的起点，跟昨天说声再见，再见再见。笑死我
大摇大摆游戏人间，人群中耀眼，我最喜欢你的笑脸。从南到北，冬去春来，走过每一天，谢谢你在我身边。夸夸夸夸，一起夸，夸起来，夸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一起夸，夸起来，夸起来，新一年超级精彩，快乐会无处不在。哎，一起夸，夸起来，夸起来，家家都张灯结彩，每天都逍遥自在。咿呀咿呀，夸起来，夸起来，新一年超级精彩，快乐会无处不在，快乐会无处不在，呀呀，快乐会无处不在，快乐会无处不在，快乐会无处不在。好烫，好烫，这里有了哈，这个有了，有了，有了。汤没有，哎，汤有了，汤有了，汤有了，这个我跟你腌过吗？哎呀妈呀！没有过，对对对，原来我们大家去循环好多遍。谢谢谢谢。是我心里的 idol。那个时候都打榜内地榜第25名。我上了。杨迪加油！剪刀石头布。走了三，17个才走了3个啊！你别揪毛毛了，揪到眉毛上去了。哇，揪毛毛真的是我娘胎里出来的怪癖，真的揪到眉毛上去了。我管不住我自己的手，真的，我无意识的。这一趴要在这个毛衣揪完之前录完哈，不然待会儿半短袖了。你这是啥呀？你的面罩啊？面罩？为啥呀？这脸怎么了？脸这么不能看吗？我可有一颗脆弱的心啊！你送面罩，就不让他露脸。脸基尼没有没有没有，我就不适用了啊！这个不是，这是可以的。脸基尼，我买的时候我说脸基尼很适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杰哥？对，因为你现在很出名了，出去大家都认识你。我就是想让大家认识我，喊我不要你，没有人打我了，现在在街上。这样送给杨迪好不好？没事，我回头在街上骑那个自行车的时候。